作为一个体育强国，中国希望借足球为载体，将中华体育文化精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。为达成美好愿景，中国正在竭力寻求拥有深厚足球文化、曾在类似运动项目中获得殊荣的合作伙伴。我们坚信，荷兰正是中国正在寻找的理想合作伙伴。我们同时具备斩获成功的三大重要基石。荷兰拥有领先于世界水平的精良设施，足球场草坪、各项训练设施，训练设施功能多元、安全耐用，品质无与伦比，享誉海外。 Xi'an 就是一个极佳范例，它适合安装在体育场附近或公园内，设施搭建方法便捷，能够瞬间将训练场地变成环境可控的舒适环境，供民众全年游乐和训练，保持健康体魄。配合全方位运动娱乐中心建设，为创新体育活动提供场地，将经典、运动、娱乐和休闲有机结合。运动往往需要优秀教练从旁指导，荷兰专业教练遍布世界各地，活跃于各级别俱乐部。荷兰更是不断诞生享誉世界的足球传奇明星，比如早期球员里杰·卡尔德、范布隆·克霍斯特，以及现在当红球员罗本、范佩西和范迪克。在费耶诺德学院训练期间，我充分培养了足球技能，同时还锻炼了领导能力、自我激励和团队精神，以及如何用正确的健身方式和饮食来关照自己的身体。事实上，荷兰教练均参加过由荷兰足协精心设计的金字塔培训计划。荷兰人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，建立平等的项目合作关系，中国也是我们的目标。荷兰教练不仅致力于训练球员，同时也乐意与当地教练和合作伙伴分享专业知识，在中国储备和积累教练经验，营造足球文化，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我们的适应性很强，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当你走出国门，不应该全部照搬荷兰方式，我们尊重所在国家的文化习惯。我们会与合作伙伴共同设计一套全方位解决方案，用于在中国各地区举办大型足球参与项目，让人们更健康，为社会造福。世界一流的设施，世界一流的专业教练，以及世界一流的教育课程和工具，作为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，我们将确保通过合作实现所有计划目标。